好吧。不是一个人的王者，是团队的荣耀。回声有啥效果吗？没啥效果。嗯，我在抓娃娃机，下个皮肤已经预定了，黄金矿工。呀呵！别。居然能躲掉我的索命一钩。哟呵，我不跟他了，我要跟下路，下路勾一个死一次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怂啊？这啊，勾了两次没勾到，有点尴尬。哎呦哎呦，不好搞啊，兄弟们。鲁班非常稳。嘿，我就知道勾这一个才是对的，兄弟们快跑！是吧？在万军丛中，我选择勾对的人。我来，我让我死。他也死。再死这个，哎，他应该去打那边的。好好好，这波不亏，兄弟们，不亏不亏，很赚。别怕，我在。嗯。嗯。你给我过来，我的宝。你也给我过来，你打他。我嘎嘎西。你跟我打，他为什么卖我？他让我很伤心，他完全不相信我，好吧？啊，你先二再一，他不就死了吗？他把我给卖了呀。阿丽活得下去吗？阿丽活不下去了，但他有个被动，此时他多么希望有个人帮他踩踩灯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结束，好吧？他不是逗我吗？我顶着他的大，我等他大招没有的那一瞬间，我反手一勾，是吧？他想用一套技能把我打死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兄弟们救救我，好吧？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连中三次可以触发，拿来吧，语音，真的吗？连中三次会触发，拿来吧，语音，真的，这个好说，这还不简单。这不第一次呀呵，我来了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勾那个钟馗好像不太合适、啊。
阿力，有我在，不要害怕。都得死！哎呀，我呀呀呀呀呀呀！啊啊！我们蹲别人，但伤害不够啊！这苏烈怎么直接跑了呢？六六六！快点帮他踩灯，踩灯，踩灯，灯灯！他不走位。你还打？这玩蛇，哎，我也挺憨的呀，兄弟们，凉了，出事了，感觉出装有问题，我应该直接冰心了，不行啊，这个钩子有点问题，我麻了。报告。大哥，大哥。乾坤一勾。我下了。哎，我帮他扛，他技能呢？苏烈已经爆炸了，兄弟们，看来这把想赢就得靠我勾了。拿来吧你，听到没啊？我让你听到了吧？我已经触发了，拿来了吧你，好吧？拿来吧你。等我冰心，打他呀！这干嘛呢？阿力，拿来，嗯。拿来吧你！这个他只会走直线，我看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不需要预判，好吧？他们都只会走直线，前面是我想太多，我总在预判，别预判了，直线勾，出直拳。我来抓娃娃了。嗯，美国的。
主要有一个钟无艳不是很怕被勾，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我踩他减速就行了。乖乖，别打了。我感觉勾他，救我！不可以，好躲，好击飞，好挂，爱了，跟射手，射手会的。要不再增加点生命值？好吧，搞个救赎之翼，行刀之剑没必要了，直接救赎之翼，肉到他哭，让他知道到底我有多少血，兄弟们，我这个被动加那个超级血量，好吧，前排屹立不倒，肉成一匹马。这个皮肤多少钱？应该是710吧。你是怎么敢的？我来，这个路口由我来守护。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我麻了！哇，阿烈好猛啊！阿烈，这个版本值得期待的男人，苏烈，兄弟们，好吧，瞎玩瞎玩的都有这个效果，你敢信？这不赢了，苏烈两条命，还有我这种人，等下为他七星点灯，是不是？他回10%的那个，回10%，我这两个，我踩一脚，我回多少血？10%，我踩一脚回1200，他三盏灯全踩，我回3600，还不明白吗？他这个灯等下由我来踩，我等下把它卖了，卖了我嘎嘎帮他踩灯，好吧？等下我生命值再提一点，哇天，我真的我要起飞了，我都没办法想象我。我可以这么肉，这还不明白？兄弟们冲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！你有用吗？没有用的呀，兄弟们点塔。你搁这转圈，你转的好，我直接开吸，吸了个寂寞，我丢，好，评分第二，也行吧，就这样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